皮肤白皙的妹子来说，在穿搭上可以说是各种颜色的衣服任君挑选，但是黑黄皮肤女生穿起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简直就是世纪灾难啊。不过没关系，避开这些颜色，找到正确的色系，选吧两个色号。一，月光白，白色自带反光反效果，黄黑皮穿起来显白还显精神，特别是拍照时白色衣服的显白效果更明显。要说刘雯最爱的单品是什么，白 T 绝对入选 Top 3。 众所周知，可和穗西梦瑶比起来，刘雯的皮肤并不算特别白，但是擅长搭配的大表姐却总是能够在穿搭中夺人眼球。二，清新蓝，清新蓝的颜色有点像冰川的蓝色，这样的颜色自带降温效果，和夏天是绝配。肤白的人穿了就是行走的白炽灯，对黄黑皮来说就是亲妈款。深色的肤色搭配清新蓝色，虽然不会一下子白的发光，但看起来会非常的阳光、健康、活力哦。三，姜黄色，黑黄皮也能穿黄色，你没看错。是的，很多人对黄色有偏见，觉得它不适合黄黑皮，但其实黄色分为很多种色调，像姜黄色属于柔和的中性色，是调节肤色的好帮手。耀眼的姜黄色总给人以阳光明媚的好感，带给人明朗愉悦的心情，而且气质瞬间上升好几个 level， 十分抢眼。